此月在人间有条通道，专引上君入魔，并且冲击，不过已被元启破坏。萧炎，元启他们带了个入魔的幽君来。 太深已丢了神智，暂且压起来吧。看来九渊里那位等不及了。元启，你们有什么发现吗？我们找到紫月了，就在若水洞中。还等什么？走啊！不可，魏凤已经探查过了，那九渊结界已与若水洞合二为一。 若我们贸然行动，还有可能反而冲破界限。我不管，我要救雪炎回来。再等等吧，我们总有办法可以重新封印九渊的。萧炎，我见过那些入魔的上君，冰姐威力极强，结界可是撑不住了。确实冲击的厉害。 可我还算稳得住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也算有些时间。我会尽快在青池宫的神界典籍中找到方法。好，不过我耐心不多，你可要快些找。放心，那我们先告辞了，走吧。 真让人焦躁。 这魔毒狡诈，一开始只潜伏体内难以察觉，半日后毒发时，他的仙元已被严重损伤，魔毒还在他体内扩散。是我粗心，带他回来疗伤，却不曾想华茂那掌是带了毒的。 林墨叔，有什么方法可以清毒？魔毒深附在他仙元之中，若去此毒，仙元尽毁，只怕去不去毒，都救不了他。不可能，燕爽不会有事的，绝不可能。 请林墨叔帮我为燕爽清毒，我有办法保住燕爽的仙元。 我乃十尾天狐，这第十尾本是神赐，能重塑妖元，想来也能重塑燕爽的仙元。你要断尾救燕爽，狐尾和狐族妖力紧密相连，稍有不慎，陛下恐会妖力尽失。况且这第十尾也只是为陛下妖元受损失所备，未必对燕爽有同样效用。燕爽命在旦夕，我无法眼睁睁看着他什么也不做，哪怕希望渺茫。 哪怕妖力全失，我也要一试，请林墨书成全。辗转过几轮明月，不曾染世间风雪。 岁月蹉跎虚界，任那思念天高地远，愿化一缕烟缱绻在你嘴边。一滴眼泪，一串火，多少个因果，望穿秋水，再落。
魔毒已清，仙元也保住了，燕爽无碍了。阿姨，照顾好他们。您去哪儿？去找华木算账。袁琪，袁琪。父王一直视你为白鸟岛最珍贵的明珠，看到你这样，父王真的比谁都动心。你还记得父王曾经说过的话吗？只有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，才能拿取任何想要的东西。